事要記50頁就唔係講笑啊，唔使温得咁仔細，抽啲重心嚟温。嗱咧，就係、是、首先分呢幾大類人，原子人，記住邊個出現先得噶啦，有得俾你排序嘅。呢、這個 Austral 你咪當地好似澳洲嗰個字咁樣 Austral。其實唔係澳洲，總之喺 US 頭，跟住 Homo habilis，跟住咧就 Homo erectus，咁跟住咧就 Homo sapiens。南方果園，跟住到呢個能人，跟住咧就係嗰個直立人，跟住到智人。得噶啦，越嚟越高，似翻个人类个样。跟住 historic period 就分史前同埋史后，prehistoric time 同埋 historic times 个分别咧就系、是，如果史前嘅咧就系、是、before writing was invented，即系未有文字之前就分为史前，有文字打后咧就分为。歷史時期啦，信史時期啊，跟住再分下 Ostone 之後就係 Newstone，Ostone 就喺 BC 2250萬年前，就呢個 Nomadic 就係遊牧社會，即係養牛啊、養羊啊，周圍去冇話定居一處嘅。佢 Newstone Age 開始識得耕種啦，喺 BC 10000年前。呢、这個 agricultural 就係耕種，佢識得耕田啊、養魚啊、種菜啊，安定於一個地區嚟生活。跟住千禧年 millennium 係1000年，嗰、那個 century 就100年，decade 就係10年。咁樣你去咁樣記啦。嗱，譬如話36 BC 咧，我係喺第四個世紀，因為0至99係第一個世紀，咁去計，咁就係第六個 sixth decade。跟住1780年咪第18個世紀咯，跟住第90個年代咯，跟住2012就係第21個世紀第2個 decade 咯。咁我哋2023年咁計數就21個世紀第3個 decade 啦。跟住啦，就呢幾種人：黑羅、馬朗人、爪哇人、藍田人、尼安德人。呢、这個陝西係用普通話譯嘅，所以周口店都係用普通話譯嘅。咁記住咧，就係、是、分翻四大陣勢啦，藍田人。就係喺山陝西，跟住呢個 Comanche 咧，就係喺嗰個法國。離遠睇下個箭嘴係咁樣去法，咁跟住呢個右上角啦，就北京人。北京人就喺周口店，咁跟住咧仲有呢、这個。Interro man 就係喺個德國嗰度，嗱呢個歐洲嚟嘅，所以係德國嘅位置。呢、这個爪哇人，爪哇人就喺嗰個印度尼西亞，就嗰個北京人啦，藍田人就喺中國啦，就係一個陝西，一個係周口店。咁跟住仲有呢、這個 Comanche 嗰個咧，就係、是、嗱頭先呢幾英文得噶啦，C R 字頭，黑羅馬朗人，就係、是、記住嗰個位置，大約係法國，跟住法國同德國好近啫嘛，跟住到呢、這個第四嗰種咧，佢就喺德國。中文叫做尼安德人，
因为未经转载就系最值得信赖，系信赖多过。因为如果 secondary 就经人转载，但系无奈咧，secondary source 提供更加结论性嘅嘢，同埋判断第一手资料同第二手资料边个更加好。嗱，历史书唔系由当事人写嘅。所以嗰啲歸 secondary source，又歸於文字性嘅 written。跟住呢個呢，就係到呢個羅馬競技場，咁呢個屬於呢個 primary source，就唔係物，係 non-written 非文字性嘅。跟住到 C 啦，C 呢、這個。相片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咁呢個呢，就係屬於呢個唔係偽造嘅呢，就係屬於 primary 噶啦，即係唔係人造修飾，真係影翻嚟嘅，咁就係又係 non-written。跟住呢個 D 啦，D 呢，就係屬於呢個 primary，就屬於非文字。跟住呢個 E 啦，E 係一本。嗰個私人日記就 primary 就屬於 written 寫文字性嘅，跟住呢個 F 啦，呢、這個動物嘅化骨嗰啲呢，就係、是、屬於 primary source，又係屬於非文字性嘅。Civilization 文明嘅定義就來自呢個拉丁字 civilize，意思呢，就係、是、城市。又係嗰個市民，end of the 市民，有以下特徵嘅，就係、是、啲人聚居喺城市，嗰啲人發明咗 writing 文字，愛嚟製造記錄同埋溝通，跟住成立一個政府保護佢哋嘅生活同埋財產，啲人呢，就會製造法律去保持大眾公眾。安寧公眾秩序，啲人呢有宗教信仰同埋鍛鍊，例如去唔係鍛鍊啊，係譬如話有啲人中意拜神啦，有啲人拜耶穌啦，咁諸如此類啦，咁就啲人就會發展科學同科技，根據前人嘅。留翻落嚟嘅經驗，城市嘅興起同埋發明，文字就係主要個特徵嚟判斷呢個社會係咪文明。四大文明，Fertile Crescent Civilization，或者睇咗啲字先，就係、是、新月沃土，跟住黃河流域嘅中國啦，Nile Valley 就係嗰個印度啦。尼羅河、埃及啊，唔係尼羅河，呢個埃及，呢、這個 Indus Valley，INDUS 啊。跟住嗱，呢、這個 Fertile 新月咧，就係喺呢個位置。跟住咧，就係、是、Nile Valley 咧，就喺尼羅河、埃及呢個位置。跟住咧，Industry 就喺嗰個 Indus Valley 咧，就喺呢個位置。跟住咧就係、是、黃河 Value Civilization 就喺中國呢個位置。咁既然現今掛鈎嚟講，新月咧就係而家伊拉克、敍利亞、土耳其、伊朗。跟 Nile Valley 就係而家嘅埃及。跟住 Industry 咧就而家嘅巴基斯坦。跟住呢個黃河就係而家嘅Henan 同埋山西。河南、中國嘅山西同河南文明咧，通常同河流掛鈎。有咗河流咧，啲人可以利用啲水去運貨啦、打魚啦、飲用啦，同埋種牲畜。點解咧？因為有啲牛啊，有啲動物去取飲水嗰陣，佢咪啲人咪打獵咯。
嗰個朝代咧最耐就係嗰個新月啦，咁就記住佢哋民族係 Sumerian，跟住呢個到 Nile Valley 咧就係 Asian Egyptian 古埃及人，跟住 Charybdis 就係嗰個 industry 嘅，就係跟住咧就係黃河嗰個係商朝嘅人。新月嗰陣有 mathematical 數學啊、機械啊，跟住呢個 Nile Valley 嗰陣咧，因為佢近埃及，你好容易記嗰個埃及啦、temples 同埋 pyramid 啦。Industry 咧就喺嗰個印度嗰度咧，就係有好計劃嘅城市啦。啲建築物用磚嚟起啦，開始，跟住咧就係商朝嗰啲地方咧分清咗有城市啊、民用啊、工作室啊同埋貿易之類，都好難記嘅呢、這個 curly，總之新月就 curly form，跟住咧就係到嗰個 Nile 咧就簡化咗嘅。Heraldic 同埋 Demotic，跟住呢個 industry 嗰個就 ideograph 啊，跟住就係都係嗰個商朝嗰個都係 ideograph。page 28、29頁都超級難記嘅，就記述嘅不同嘅人，佢哋喺新月就佢哋係呢個係世界第一個城市。呢個 herbal 咧就係、是，佢哋係第一種人類相信單一嘅神，跟住呢個 Phoenician 咧就係、是、著名於貿易、字母同埋屬地，跟住咧就係、是、呢、这個係征服咗新月。就建造世界第一個王國帝國啊，跟住 Old Babylon 咧就係、是、征服咗新月，持續一路輪住俾人征服呢個 Fertile Crescent 都好慘，跟住更加文明嗰啲法律啊，嗰啲制度，跟住到呢個 Assyrian 咧。就又係征服咗，輪住征服新，佢就係建立一個大嘅帝國，同發展科學、數學，跟住呢個 Neo Babylon 咧，就係、是、擊敗咗啊一代一代咁擊敗落嚟，嗰、那個 Babylon 成為世界上有文化嘅中心。個 Sumerian Civilization 記住呢、这個係佢哋嘅廟宇叫做 Sigurds，係咁樣嘅。佢哋相信啲神咧會嗰個降落地球度，通過嗰啲 Sigurds 去保護佢哋降臨落嚟。Sumerian 咧分為嗰個有特權嘅階級。commoners 跟住 slaves 奴隸，即係佢哋係皇帝就代表神，跟住社會之下分三種咯。特權階級包括皇帝啦、教士啦、貴族啦、教主嚟嘅，唔係 priest 嗰啲，同埋官員，佢哋係社會嘅少數。跟住平民咧，就係、是、大部分嘅 summary，包括商人啊，嗰啲有技術嘅人啊，農夫啊，屬於呢種階級。咁 slavish 咧就係、是、譬如話戰爭嘅囚犯，即係帝國輸咗俾佢，咪成為咯，或者孤兒啊，或者 debtors 啦、啊，欠債者，都係屬於社會嘅底層。Commoners 就要俾税，仲要為統治者工作；slaves 咧就係、是、做晒所有辛苦嘅工作。啊，仲有就唔受 sovereign law 嘅保護啊，真係凄慘。
有得做啊，冇得保護，被保護。皇帝得到權力來自神，佢哋話神俾賜俾佢嘅，咁佢仲可以有管理奴隸嘅律法，就可以又可以懲罰嗰啲囚罪犯。就係收呢咧，就相信好多神，多神主義，每一個城市都有佢獨立嘅神。神都分為 major 同埋 minor，major 主神，minor 就次要嘅。跟住佢哋相信死後會重，有死後會重生。如果都唔係重生啊！佢哋死認為死後都有生命，嗰啲靈魂永遠就喺嗰個底下世界、地下世界 forever。Cuneiform 係世界上第一種文字，呢、這個 ideograph 就係表意文字。數學代數幾何都係蘇聯人發明嘅。要發明咗卵子，卵子咪跟住就轉型為兩個轆或者四個轆嘅車咁咯，諸如此類，用動物拖住，同埋做埋船先，用 whisk 嚟做船。心入邊都好巴閉㗎，仲有世界上第一個 calendar，包括分為年、月、日。同埋計算時間，一日分為24小時，24小時分為一個每鐘頭分為60分鐘，都係 Sumerian 發明嘅。應該讀音做 Sumerians 啊，唔好讀森馬 Sumerians 蘇美人。記住去到5399年就係俾波斯人征服咗嗰、那個。羅 Neo 巴 Babylonian 應該係 Babylonians 啊，Babylonian 啊，即係冇咗 fertile 啦，進入呢個波斯 Persian civilization 呢個 Lower civilization 分為呢個 Lower Egypt 同埋 Upper Egypt 呢、這個佢哋嘅統治者叫 Pharaoh。古代嘅埃及統治者，埃及人嘅統治者，嗰啲 pyramid 實際係皇族嗰啲墳墓嚟噶。啲埃及咪係咁樣分噶啦，法老跟住就係嗰個官方嘅成員啊、宰相啊、傳教士啊，跟住到 noble 啊、scribes 啊，跟住到 merchants 同埋 craftsmen 啊，跟住到 farmers 啊，跟住 slaves 啊。分咗好多，啲神咧就考硬噶啦，記住佢哋嘅名分類。呢、這個阿文咧就係、是、第一個本地神，跟住再結合咗太陽神之後，God 嗰個 Ra 就變成The King of the Gods，所有神嘅皇帝，好似天帝咁樣。舉例啊！咁仲有呢個 Osiris 係 The God of Life 咯，同埋 And the Underworld，跟住 Isis 係 The Wife of Osiris，就係 The Goddess 嗰個 Fertility 嘅女神，The Goddess of Fertility。跟住 Horus 就 The Son of Osiris，and the God of the Sky。哇！一家人霸晒咁滯啦嗱～老公、老婆、個仔，跟住咧就係、是、嗰、那個就管理嗰、那個神啊，管理啲人死後嘅靈魂，即係有錢人用做木乃伊啦、媽咪事啦。我認為呢啲字，呢、這個盧士特克石講、那個神秘體、僧侶體、電惡世俗體嗰、那個解讀。Decimal System 十進制，Cubis 碗尺，Temporian 嗰個 Gene Fractal 雙薄量，呢種係記住分別係嗰、那個尼羅文化嗱呢、這個嘅雙薄量，嗱呢啲
類似符號入半火換文字同埋神秘體，係尼羅文化嘅。跟住咧就係、是、簡化，簡化咗，簡化為 heretic，咁跟住再簡化，嗱 heretic 簡化嘅方法 demotic。咁 demotic 咧就係、是、容易啲寫，就容易啲簡化咗。咁啲埃及咧逐漸就忘記開始嗰個神秘體嗰啲啦。邊個係一個法國學者啊？佢成功將嗰啲石頭上嘅字解翻出嚟係乜嘢？簡化，簡化咗。簡化為 heretic，咁跟住再簡化，嗱 heretic 簡化嘅方法 demotic，咁 demotic 咧就係、是、容易啲寫，就容易啲簡化咗，咁啲埃及咧逐漸就忘記開始嗰個神秘體嗰啲啦。邊個係一個法國學者啊？佢成功將嗰啲石頭上嘅字解翻出嚟係乜嘢？一啲初型嘅長度單位，一個手臂就 1 cubit，七個 palms 咁打橫嘅一個 palm，咁一棟就等於一，兩棟等於二，如此類推。啊，九棟就九下啦，咁啊十好似個 N 字，100好似 H，咁1000好似棵樹咁樣。嗰入面係咁嘅貢獻，就喺化學方面好多，化學同埋藥物方面啊，就係、是、金屬冶煉啊，做唔同嘅合金啊，即係唔同嘅金撈埋一齊啊，融合，跟住做酒啊，跟住咧就係、是、手術啊，醫治疾病，減輕痛苦啊。木乃伊啊，佢哋有先進嘅防腐器具，跟住 papyrus 咧就係、是、一種紙草啊，愛嚟做紙啊，仲有農曆嗰個365又係佢哋發明嘅，佢哋定七月為頭，每年嘅頭一個月，呢個埃及人嘅文化唔係而家嚇。最後佢俾 Macedonians 同埋 Ancient Greek，Macedonian 征服咗，跟個古希臘文化就開始取代啦。